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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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呀！哎呀，这是什么画面呀？这才对啦！哎，雪莉安安，梦幻多安安。我打个字啊，联动，可能大几率不太会回聊天。感谢雪莉的16个月，又剪，你要剪了没？梦见露诺。感�谢小维的10个月，雪莉的16个月。嗯，等等，补救怎么还没有？小子安安，欸，我以为阿帕被补比3天呢，结果原来只比了2天，哎，没看到没看到，伤心难过。青蛙安安，第二天有看到，有啊，我有看到你在打聊天室啊。是谁又挡在这边呐？卡住了啦！我重开。好像是我。妈，每次都你屁股最大。哎，明年10周年，繁星也参加吧？你是说阿帕杯哦？没有，其实你知道蔡渣没邀我。没有啦，其实就是因为之前跟他们讲说打实体麻将，我很紧张，我很害怕。他们说虽然那轻松玩嘛，过去轻松玩嘛，对不对？可是嘞，你看这一次不是有那个叫希尔的那个妹子吗？然后人家怎么看就像是新手在慢慢就是理牌啊、摸牌在想牌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主播台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体谅新手，就说怎么打那一张不是啊啊！然后开始一直什么聊天是在生气了、暴动了啊、脑溢血之类的那种感觉，我就很不想要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选择不参加，这个原因，懂了吗？这就是我不参加的原因的，压力太大了。悠悠安安，哎，早出见安安。感谢马雷的5个月订阅，赤脚金安安。
歪女安安，还记得对吧？你看我还记得。不是，下次请不要站走道好吗？梦见露诺，用我，你卡我三次了、欸，哪有？还是我去换个面具啊，这样好像也不太妥。嗯，什么面具？情人面具吗？我是在这边，我是。你是 Luber，、okay、你是 Luber， Luber 还是你出去换个帽子，开口摇，你是烧起来的那个吗？猫咪猫吗？设定，分辨按键，不见了，还有谁没进来吗？我想一下，嗯，啊，大我没进来，哦，完了，奥利。Nobel， 你看 Nobel， 你看我旁边这个人 Nobel， 不是，听我解释，我跟 Miu 他们玩，他们的那个造型比较少，所以听我解释，我忘记换了啊，不然就一起退啊，嗯、没关系，就这样，啊、下次再换，好。好精彩哦，这个地图好精彩、哦。弹够，好久没有玩，跟你们玩捡垃圾喽。真的哎，哇，有很久吗？很久啊，我觉得蛮久的。为什么我不能移它？哎、欸，按住 L， 骗子！要我按住 ALT 就是案例啊。哦，那个显示没改。对。感谢金子酒团。走吧。Go。Go。我真的是所有都邀到了吧？你要邀我、啊？我再确认一下。是我才没回我。OK， 应该都有。你有跟我讲我腰了吗？不是腰了吗？有了，哎、欸、哎、欸。问一下，我指令啊。哦，是有点大声呢。免费猫安安。去跟安妮求婚，乱讲话。感谢棉被猫的16个月。我上车，有发烧吗？没有吧。繁星可以装假人吓他们吗？呵，我上次根本没有想装，我在吃宵夜而已，我就被打死了。我只是在吃宵夜就被打死。感谢米莉的3个月订阅，我还活着，我没死。大难必死啊！大难不死，大难必死，不死后福。
看错了吧？你应该是看错了，我没看到啊。13个人，13个人。哎、欸，是真的有发烧列车哦，白痴哦，真的有哎、欸。白痴哦，原来是我看错，错的是我。嘟嘟，哇，感谢安妮的15个月。哎，不是安妮，那个那只乌龟。我真的很严，我就以为是他也会算在攻击力里面嘛，结果他真的是固定伤害，然后挖矿真的是随着那个经验条。哎，我那只乌龟真的是养了整整2天时间呢、欸。我不是在那个啦，不是在柠檬君那边玩的，因为柠檬君那边物资真的是我也没有空的那个哪里。孵蛋的地方可以让我孵了。你兔包没了都不知道，我这个不得不说，哇，对耶！你看，你16，我在你那边16，你在我那边15，不是我不开台啊，是，我上次有开，只是上次就看你没有了，我想说应该是显示 bug 吧，乱说话的。OK， 快死光了，现在就不在里面。好，我差点也被枪射死哎、欸啊！射没有弹簧头，我现在找阿鲁斯。我正门是左边，差点被枪射死。Terry 怎么死在楼梯上？哈哈哈！啊，他进去的时候被枪打死。好了好了，都带回来了。OK。啊，鲁哥。他如果尸体要从侧门走，看在这边、欸。我阿鹿在里面呢、啊，是梦魇龙吧？在里面呢、啊，是梦魇龙吧？该死的，吧？然后他们都被枪塔打死。哦，还要去吗？他们都跟我一样从侧门，他们都被枪塔打死。嗯，都是枪塔。阿鹿应该也是的。现在这边有弹簧头不好搞，然后还有胡桃钳。我居然是拿到这个嘟嘟，放了吧！你也差点没回应。还要进去搬尸体吗？嗯。那是梦魇龙的吗？很近吗？很近吗？我觉得。知道哎、欸，应该一点距离。因为我也不确定，应该蛮深的。那边很多枪塔、啊，还有弹簧头、啊，觉得不好搞。那不然就走了吧，走了吧，走吧，不好搞。哎、欸，看不懂，走喽。嗯，反正没钱了嘛。对啊。那还一般。哎，我要这个爱心嘟嘟等很久了，终于轮到我拿到了。霸凌员，你们干嘛一直搬尸体啊？没有用、啊。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啊。没关系啊，讲这句话，把我尸体放在里面啊。先姐，就过来听。你最近很胖。啊，一样太疼了。
我。嗯，我只能说哈，干活的，刚幸好没有人跟我走。喂，干活的，你说什么？吗？你干活的吗？什么？死了啦，他早就死了。没有，我刚数了。你不是还在吵？我盯着数的。哈哈哈哈哈。OK。OK， 我的升级真的还在，不知道哪一个。我的升级也还在。来不及了。这时候跑这么快，我感觉这不是跑。那个停止标志敲你的头，来不及了。说跑是不会升超过一啊？为啥？人人说幸好没人跟我走，不然要脱起数了。梦见露诺，你摸哪里？怎么啦？男女臭臭不清。你在那说什么？啊，你在那边臭。你在臭。你才在臭。你才臭。你才臭。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给你玩，给你玩。边走边玩。哎，啊，怎么是你？那你们家主播嘞？知道哎。哎，帮忙拿，拿不动啊。哪里？两个台灯，梦见路臭。两个台灯，里面还有东西呢，有哎、欸。有啊。小鸭。发现哪里？还有还有。没有不敢开皮，主要是还是怕东西太多会卡。哎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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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死人了吗？死人了吗？死人了吗？有死吗？我他转进去了，我不知道哎、欸。死了吗？没死。拜拜。哎呀，你没死啊、哦？趴下。楼上没有死路。我觉得我可以跳一下狗。趴下有用是不是？听啊、哦，我不知道。跟八点，跟八点。好喽，走哪？走这。这里没东西。狗肉。哎，是哭的面具戴上去是一秒，笑的是五秒，对不对？不一定吧。我怎么记得面具啊？悲剧拿戴拿不下。对啊，悲剧笑的是五秒才会戴上去嘛，啊，难过的话是一秒，对不对？我不知道哎、欸，原来有他。我记得有他哎、欸。我不知道啊。嗯，怎么一大堆出去了？狗出生了，狗肉。啊！怎么直接进了嘴巴啊？这只面包不是吧？你怎么数的、啊？我跳下来直接进他嘴巴、啊。就是这样。因为在楼下，他在楼下。哦。十二点就有狗了耶，好猛哦、喔！不瞒您说。Oh.
我的猫都不会咬我，你咬我。等一下哦，我把视窗关一关。一直想爱 F， 错，我也想爱 F， 超级。哪里啊？哦哦！差点！啊？有点黑。哪里哪里？楼上面。啊？对呀、啊。我解释一下，这是新的地图，所以大家没有手电筒。对啊。这边那个橱柜间。那什么杀虫吗？那、啊、你怎么死的啊 ，Harry？ 你说我吗？对啊，我本来是想要下下路，我不小心真的变僵尸了。哦，你活该！你是戴什么面具？笑脸还是哭脸？戴笑脸。哦，对啊，哎、欸，笑脸几秒，哭脸几秒？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是先遇到怒北，我先下了怒北一次之后，遇到路我又按了几次。然后我最后一次按没有按一秒，就是我点一下，然后就直接变僵尸。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时间是多久。因为我那时候记得笑脸跟哭脸有差、啊，我说什么？笑脸跟哭脸有差，哭脸比较容易变。对啊，哭脸说是一秒啦，笑脸说是五秒。哦。哦，你累积到五秒是不是？干你啊，没路！我这边没路。没路。嗯？嗯？这边？嗯？我来，我来做。你要跟我讲我一样。今天是日食吗？不是吧，只是沙尘暴而已吧。哈，好勇哦！不愧是小胖啊。小黑。哦、史莱姆哎、欸。我要跟着你哦、喔！我去上厕所。花男，他别我！他别我，他别我，没事没事，快跑！这样好像安全。嗨，小咪，我想想，我没看到他哎，他别我，应该是默默看的。哦耶！诺，你说看他看太久了，闹哥，哎呀，你知道中午就有狗了啦。抱歉。很抱歉。我直接跳进狗狗的嘴里。好吃。真的是好吃哎、欸。为什么吃？
他说他为了想吓你就自己变成僵尸啊。不能加脚皮哦，要加脚皮的水。口味这么重的吗？就是不要逼我去打一只胡桃先把小黑干的那么卡。好吧，都成功了。专吃这位脚皮蛋糕吗？我也是被僵尸咬。那好像戴面具。哦，对，他戴面具，想起来了，混蛋，混蛋，我混蛋呢？对，真的不要逼我去扔一个散弹枪把蹦了，你要不要被我弄死啊？妈！你是不是想说，我那么努力的把你捡回来，本来很感动的？没有啊，我就说你又想对我干嘛了，我就这样想而已。你们选一下，我选一捡回来。啊！我只能说你下来的时机真不好。我就跳下来，他嘴巴刚好张开，那怎么办？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好多少人看到我最后干的啥？你不是在去船顶上面吗？对啊，船开始开了之后，我把你的尸体丢下去了。阿鲁说：“我们选地图，他不知道去哪里。”选好了。走啊！先看，我再选一个。这个吧。安娜大西洋。还有你的肚子好可爱、喔，我反应不一样，我笑到怒嘴、欸，可恶！你的肚子好可爱哦、喔，我笑到怒嘴、欸。啊，什么东西？你那一套的肚子啊？我有没笑到我啊？我就觉得干他妈的人，要下要下要下下！怎么没有吓到、欸？我跟陆本在那边，然后陆本，我听到他跑过来，我就逮，假装逮一下。哎，Terry。嗯，我刚刚去打 LGU 看了一下我的升级，我发现我的力量也都还在，所以小心点。哦，建房哎。刚刚少了那些好东西，没有是不是？哇！看我喽！嘿嘿，该我了。嗨。嗨。船
传递。再来还有一个喽。你们繁星倒在地板上。嗯。哦哦哦！哈哈，剑。不可能不贪。哎、欸，好难哦，好难哦。在哪里？我给他一锤。老哥冷静。我前面有个防火门，而且有个枪塔。还好没有卡了。所以阿花在哪里？我来，我找他，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不，吓我一跳。哦，炮台！哦，谁是谁？没死嘞！死了！不死了！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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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男啊不！他怎么从我后面来？这边流走了，跟着血迹走。有血迹吗？看不到，好黑。好黑、啊。这边这边血。哦对，血迹走这边。恐龙。停在这里啊。还是这里。干，我一直找到你们的那个手上的尸体。幺幺安安，汤米安，米汤安安。那这暴脸虫哎，有暴脸虫哎！我让你暴脸虫啊，老哥，老哥，要被暴死还是被打死？你该暴啊，我可以锤死他。靠！还有一只！啊，阿鹿被咬了！来，走开，走开！放哪？后面。哇！一下、欸，那你怎么死的、欸？你谁啊？我已经放死。我就跟你说，我的力量身体是还菜啊。我刚刚去 LGU 验了一下我的属性啊。他肚子上的那只，好可爱。是没路了。等一枪塔。就算有这一坨惨的样子，我也不想探。好，那得走了吗？然后快时间快到了吗？应该六点了，我感觉六点了。我一直扫到你手上的路鬼。那边。等等，对。是吗？是。为什么我这个电会发出电房的声音？好大声啊！哦不，有人被我害死了。大压表，哟吼！小女孩了。干嘛要打狗？因为我听到有人要打狗了。真的？白痴哦，救我一下！待在他旁边。不是我被他跑了，我真的太重了。
你是被咬死还被锤死啊？被锤死。哎呦，弄死他！不是哦，我每次赢那个，他妈没地方跑，他又一直用跑的，我怎么办法？靠腰我，不准弄死他！不能弄死高金生，靠腰。如果他用真的就算了，他在我头上一直跑，他头就是遮我屁股，我有什么办法？你们跑了。而且他又不等我下去，又在点我干。老哥，等一下我，等我下去，你再点嘛，又不急。放这个六，一个大巨人。这个死了吧？很久啦、啊。工作吗？没有两个，有在闹，有一只是狗，梦影狗，梦影狗。嗯，欢迎回家，欢迎主人回家。这样过了，你被小女孩干了。对，是我被欢迎回家。哎，你的赖啦！我的赖哦。你没有狗哎、欸，你没有狗哎、欸！哈哈哈哈哈哈！有狗，有狗，好可！不是啊，我外面有小女孩啊！没有死啊，小女孩到你身上去了。来靠背，等等等等。哈哈哈哈！说干为什么？没事，该有人得到报应的，没事。没了。你被干掉了吗？我外面没有，还好，哎、欸，被干掉了，真的。好哎、欸，我靠！我们好。很久没有被干掉了。有人，就是你。八。我们直接下去再上去吧。把狗消灭了，不关我的事吧？不是我的问题吧？那你等我下去，你再打。超雷！哥，你等我下去，你再打哦。急什么？到底在急什么？好啦，乖乖，没事没事，死一死而已。我要直接开走了。没事没事，死一死而已。那、啊、这样死掉，你东西还会，能力还会在吗？在啊。不要这样重开之后，能力还在不在？痛。几滴啊？十二。这样一铲差不多九十左右。有没有可能是你家的鸟在叫啊？那刚刚赖，刚刚是赖。哦，确实是赖啊，是哦，就是你没想错、啊，就是我是不是？就是你啊，这时候害人的话是可以敲人家手机。你知道我说我是吗？就是你，是市场泡在门口玩吗？不是，我只是想跟你讲，你没看清楚。被解雇啦！
我只是要跟你讲，你没看清楚东西。还在，我设计还在。Welcome to your first day on the job. This is your very own autopilot ship, where you will eat and sleep for the duration of your contract. 我设计还在。也许你要有去用一下。老哥。Make yourself at home.To complete the onboarding process, 跑起来不像、啊、you will want to check the instruction manual and sign into your ship's computer terminal. We trust you will be a great asset to the company. Great asset to the company.用手机开那个好了。等一下哦，哦还要更新，那小款下一场，下一场用好了。老叔说是真的有点卡，那等下重开。我觉得是应该要也要重开。好，再重来。没了没了，好像没，好像没了，好像，对，楼上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好，后门有蜘蛛。蜘蛛在哪？后门呢？走。扁他！我刚刚被困在那个图书馆。图书馆这边。他在上面，他在上面。哎，有声音。他在上面。有声音，但没来、啊。还是我去采蜘蛛、啊。在上面，在我头上。靠！原来卡在那个白痴位置了。他那样不好打你。啥、啊？十二。就刚刚我在书架上，他爬上来弄我。
我就走了。我就不打了，反正他也不会下来。那我没路哎、欸，剩下。这样打。他好像要有没有钥匙哎、欸，没有。没路没钥匙。都还没有，但反正我干死一条了。我刚刚听音乐盒好像在吃人，这有被吃哎、欸，可是不知道被谁被吃。不是 Terry 就是 Luke。跑速不见了，可我跑速好像不见了，可是其他还在。我变成没有肺了，跑一跑就喘。没有，可以靠先打死的，可以靠塞呼吸。所以铁鱼是被吃的吗？不，花男。花男，哎、欸，那为什么刚音乐盒没来找我、啊？奇怪。看他每一秒就被扭头了。音乐盒又锁起来了，一秒生气耶、欸！而且我刚刚遇到诺诺的僵尸，然后他还会回头看屁股，我以为是诺诺，我还说是你吗？真的吗？每敲一下我都很害怕。真的真的真的是我，不是真的。我每敲一下的话，敲到真的人，别怕别怕。
凯撒都在我附近讲的，我就看到底是真的假的，我跟他绕了很久才敲死他。打就对了，就要抓起来打。卡，等等重开，等他重开电脑的那种重开。哇，那就什么方法可以把那个暂缓删掉？这我就不清楚。怎么又是我支援呢？好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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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很，华南在吃我资源啊！操！真母安安，听到惨叫声，看你一眼就被花人拖走了。花人往这个方向走。哈哈，难怪阿龙会卡。还没打到。花人在这，左边那个门。哎呦，我可以去拿巧克力吃了，是不是？我要去拿。等一下，我找个安静的人。好的，好吧。好，主播去拿巧克力吃了。等一下下。五刀钱，我胖吗？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感觉看起来做坏事，他做坏事了，不是真弄弄。裴宇，是哟。来给我四个东西，乖乖乖乖，你给我同一个起点，然后往。啊，还是救我死？怎么可以？怎么能？真的是又菜又爱玩、欸、
我直接按了，我不理他了，带皮。繁星怎么投票了？这你们都回来了吧？对啊，他一个人投票，为什么？那就是叫我回来了，只是我在上面打狗啊。我要说，他一直在欺负动物，看不下去。然后跟 Terry 测试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耐力变得好点？怎么你又死了？不小心的。结果，转头就是狗在那里转头，对，直接瞬间蹲下，瞬间蹲下。我你怎么？这么赶的，我想说直接海草我还好，艾坦一点就出了，有一只也有你啊，没差，还好。因为他一直在欺负狗，我看不下去了。想说你们都在船上了啊，他一直在打狗，想说就走了吧。我这还有没有人呢、啊？我上帝视角看很久了。哎、欸，小胖，你的那边漏的声音很恐怖哎、欸，太危险！你是很危险，你是随身带着音响哎、欸。你要先试吗？好啊。我们要试什么？后面跳，然后回个体力。好，我们，哎呦，我打气，等一下、喔、好好，直接直线跑，然后到底的时候就停下来，就没体力就停。对。好，那你看。好，一二三。宝哥。我到这欸，到这，对啊，我跟你差不多啊，白痴啊，不是要停吗？你是不是有耐力变多、哦、我好像哪里有变多，我跑好远了、哦、而且我真的不停的话就悬崖了，对啊，耐力变多了，哎呦干嘛啦，有点花，好啊，先去吧。刚直接往房间冲，花男就抱着我了。哦，你有听到惨叫声对不对？你惨叫的瞬间，我看到你了。叫队友快跑！超级好笑。哎，难过死了。我不知道明天下午会不会下雨，应该会吧。如果昨天今天下雨的话，嗯，不知道哎、欸，没关系啊，我只是有些是用袋子装的，嗯嗯嗯，啊，好好，我看看吧，嗯。好了，有啦有啦，嗯，有啦，虽然说我二日都没怎么上班，那我二日都没上班，二月就是除了过年以外都就是
可以只有几天而已，上班只有几天，没有很多。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了。喂，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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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有没有声音？没钥匙啊？嗯嗯，没有。你们电子都好早拿哦，没有是他们，他们想搞人，他们喜欢搞人。我好像危险，跟他一个在跟小红头互动。对啊，在五万以内吧。前面有车距，不是？哎，怎么是？那个都是假的，不是？我以为那个他这个钢筋可以踩嘛。哎，刷到了，你们两个嘞？你们怎么回来了？我现在20滴，我怎么又死了？好笨哦！然后刚刚剩10滴啊。不是他为什么不能？哎，你们懂我要干嘛吧？怎么是空气呀？最好的一批，哎呀！叔叔安安，好久不见。感谢叔叔八个月的订阅。你们那边要钥匙？没有啦，其实是、哦、我有一个要跟你们互动才摔死的啦，哈哈，哈哈。哎、欸，开嘞！多少钱？啊，这里锁着，边锁着，这边锁着。小胖能缠着吗？还是？在外面。会不会有人死呢？哎、欸，很麻烦。我一天就变天，好冷。好，那个没有过的话，应该会啦，应该不难啦。他要终极的。嗯，没有铲子。哎、欸，难道前面刚不是有一个吗？嗯，不见了。可以。嗯。一碰到就卡烂了，对，确实。但真的是被一穿在那里，他在里面。
为什么巨人不吃狗啊？嗯、巨人看到会弄东西会吃，不合理，没道理。呀逼！守住的。哎，你怎么可以开？完了！哇！哇！哇！哎，没有锁住啊，是开着的、啊。我看是锁的，哇，好怪。What the fuck？ 八鬼有更新地图。血亏，他离门太近了。他、啊、等抓鬼啊！抓鬼说要更新新的鬼，已经更新了一年还没更新啊！你们的铲子被他拿走的，看到没有？就是他，猪哥脚下的铲子就是被他拿走的。欢迎回家，主人。更新哦，真的、哦。哎呦，我被猛龙的尾翼打死了，傻眼。就是他打死你的吗？没关系啊，然后我也在讲电话。哦。直接忘记关麦。对啊，我游戏刚刚忘记关麦了。哦，这几天会失人啊，没关系没关系，这几天会失联，失联失人。应该还好吧？我讲什么重要的东西吗？你多去远，我狗已经杀死。是拼凑的不出来啊，对，拼凑的出来，拼凑出来吗？关于听到一小段，哎，工作啊什么的、啊，好、啊，主要是我过年没有上什么班的，他问我说，我爸问我说，怎么样，你还好吗？你都没腰椎受伤，你没上班，你过得去吗？我说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吗？可以吧？看你诚意啦。怎么？我爸就是一个爱操心的老板。正常啊。对女儿很好，对我妹也很好。都会操女儿的心的。我觉得我爸是我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但有两个人在我面前，妈的！那个巨人太多了吧？超多。我已经杀死了，然后还有一爸爸好。没事啊，刚刚讲电话。看那个花男爱你扭两下。爱你扭两下。好贱啊！还是有。我在等你看。老板，我在这样看着你，会有什么？为什么在我的 A 的 P 里面？
镭射笔，可以。对，我刚刚都没玩到。哇！你这群人，我一群人手上没拿吹风机啊！叠得好高哦，这画。为什么自己人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冷静冷静，可以帮我升一下子我的那个体力，我怎么感觉好像……哦，很怪。还在习惯已经升级后的体力。习惯已经升级后的体力，真是。那只好跳舞了。为什么我的那个没声音？嗯，我的也没声音呢。什么声音？有声音了，他的声音。听到诺诺的。嗨。好丑哦，这样好丑哦，换个。换这个啦。不是这个，干。Boombox 打翻。不是这个。不是。不是，这个啦。安呢？打卡。他几根班拿在我的房间外面，一直喵喵叫。妈妈，我要进来。妈妈。我没体力。你好了。没体力啦！干！我从来这边就没体力了，是这样。请走喽！哎，留点钱让我升体力好不好？拜托，我真的是没体力了。临时没运到，也是啦。你腰不好，少运动好了。这不是哦，真的很离谱哎！我到这边就没体力了，这边。你好爽哦！买个逆船，船还没买。我真的觉得他有 buff 我的体力，真的。我觉得你特别短呢，我觉得应该是你的体力被消掉。我觉得比平常还短呢，真的。对啊。有点钱让我升一下。不知道加班费多少哎，还是用加班费就好了。说这个中端机是斜的呀，斜的中端机呀。是我，是比较烂的。好，我没有钱买 Pro 吗？这个打折，再给你。打那个手电筒，我是拿都不可能拿的，那是绿色。会买，他们会买，我不会用。
要是我还没用过，没了。我的人生最讨厌的就是绿色了。什么绿色手电筒？有啊，有绿色。一般的。黄色，黄色是有 Pro 的。绿色是嫩嫩的。绿色就是绿帽的颜色，最讨厌了。绿色一直加九块。想要加起币，还有钱吗？没有加到。我看这边那个 Big Run 已经 Max Level 了。他加的。对，为什么？啊我。要不然就是 Terry 来贴墙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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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这个，然后往前冲。好。遇到前面那个墙，直接左转，然后继续往前冲。好。我们找不到墙吧？一二三。我跟你一样哎。我跟你一样短。不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什么意思？这两个人体力这么好哦？啊！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哎。你们怎么那么短？才短啊！对啊。那你才短啊！哦，我看已经升满等。啊，真蛮等啊！可是我跟繁星是一样，可是你跟 Terrio 一样，奇怪，到底是哪两个标准？那个小胖比我还远，小胖比他远。你一点都不胖吧？还是我重开？要重开吗？现在先上去再重开吧。先上去啊！可啊！都在船上了吗？好，都在船上了。OK， 没到的喊右啊，右。Serve you， 哎呦，要开船吗？没拉开啊，就要拉哦。你的右脚噔噔噔噔噔噔，炸弹嘿！都忘记我顶着努本的面具。知道重开吗？对，我重开好了，就重开。好喂，幻兽帕鲁启动没有？因为他们之前在玩喷射背包的时候，我没有机会玩到。也说，也应该说咳咳，我没有想去玩那个东西。这样剪完了没有？因为开房的它会卡，然后就重开，应该是重开机啦，因为它效能释放不了。
感谢小胖三个月订阅。感谢梦见露诺的四个月。还是你要听？欢迎加入，欢迎欢迎，不客气。来，我去找一下你的记录档。感谢小胖的100小起点，哎啊！感谢感谢！我操！我昨晚看过了。怎么盖的啊？加入游戏，请问有人在这吗？我被卡了，我重开。又被卡了，感谢 ORE0037 的追随，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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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帕鲁没有那个倒三角形设计的两屋檐那些真的很不好意思嘛。啊，就像以前麦块好了，麦块以前的楼梯也没有倒过来的、啊、对不对？麦块以前的那种阶梯它只能就是正常的那个嘛，向下的，没有向上。它也是后面更新改版后改成向上的之后，那时候那种有建筑魂的大战大喜，就等后面更新了吧，没办法啦。摩托摩托，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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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入。麦块1:1，1:1是要怎么玩？不是、啊，你知道麦块最早以前就是挖矿游戏吗？它其实没有要让人家盖东西的，单纯让你挖挖矿用。以前最早挖麦块就是只有草地
跟石头而已，连木头都没有、欸。感谢。梦龙会卡住了，对不对？要重开了吧？还有谁没进来呢？他妈，我真的是！哎、欸，不是我、啊，我马上跑掉哦。小胖没进来。小胖没有。哎、欸，按错了，巫妖啊！你是按到观看游戏之类的？对。感谢扑嘎嘎三个月订阅。邀请观看黑猫实况。不是啊，不要按哦，要吃我的，吃我的。要超吃的哦。要吃我秀人了，外秀体了。我都重开机的，直接原谅。哇，我真的记忆力真的很差哦。我很容易忘记事情，不重要的啊。重要的可能也会忘记，说真的。至少你没忘的怒本啊。啊？怎么会忘记呢？啊？哎、欸，你刚刚说那话，重要的忘记了。哦，没事，你看你又忘记了。就是我的猫。哦，对啊，就是我忘记啦、啊。哦，这个意思。我的猫最重要了，我的猫，我的猫放在第一位。梦魇龙，梦魇龙，什么时候要进来？梦魇龙 ，Nightmare Dragon。你这是什么头发？脚夫的发型吗？梦雨啊，小胖的啊。你看，你看阿鲁，你看阿鲁，还是那其实是九九。花轮吧。花轮，怎么看都不像啊，小夫吧。哎、欸，看是什么、啊？看不出来。还是九呆龙。九九。不九九呆龙。挂着吃泡面去，好好哦。不是 Terry Terry， 如果你要谈重要性的话，会伤感情哎，老哥。老哥。没事，没有感情，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会伤感情哎。好嘞，我体力回来了。哎呦喂，体力也回来了，开心。是完全很刺激，没了，那边都没了，这边都没了。好的，撤了，撤了，下去，下面也没了。
的啦。我们从下面来的不是吗？真的吗？可是没录啦、啊。这里还有录哎。啊，这是我跟陆本。你是传送过来的不是吗？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是不是锁住了、啊？前面两个锁门。我有钥匙，捡到的。OK OK， 前面有两扇锁。你要哪一个？这两扇都是锁着的。先照一下，看里面有没有路。没有，哎、欸，好像有哎、欸，左边。他路完可以看一下。死路，完了，路在这边，那只能这个船吧，我先。我传到电房哎、欸，要拔吗？有中控吗？这是安全的吗？哦，谢谢。听得到吗？小胖，你声音好像没传出去哎、欸。你声音好像没出去、欸，小胖。传话、啊，你要说什么？对，给你中控。我给你把这个声音听到了。你，路在这边。
我的声音是卡在船上啊。对。那走了。我等一下重开一下。啊，捡不到哎、欸，要不要把它传走啊？是谁害诺诺鼠掉？是谁？是谁害诺诺鼠掉？助手。不是、欸，那个我前面已经在他脸上排了一颗雷了，不是我的错吧？原来是你，莫伟龙。我已经在他脸上排过一颗雷了，然后要排第二颗。没讲啊！而且你排第一颗的时候，我不在你旁边吧？有啊，你应该听得到那个爆炸声。没有。好，不能你好坏，好扯。说啥呢？啊，他也是从另一个转角冲出来的、啊。离谱。我怎么知道？离谱。离谱。做啥呢？很难。四岁过差。你好，记得来啊！你跟谁进来的？我从后门进来的。哦，看这口味，救命！从后门不好吗？有做蛋糕做到手蛋就没有啊，没有啊，还没做。不一定都要走大门吧？手抽筋而已，还没做就断掉了。那好像有点危险。没有，我应该是要看个医生吧。我刚应该是脚断掉了，直接摔死的。你确定是不是？还没做，还没做。玻璃娃娃的部分，那个有点抑郁，先不要。我想好地图了，老哥。没有。Go。这个地图我超级不熟的。你再走个三。啊。不是，你躲了三枪，然后一个蛋糕，可是重点是你就是蠢躲啊，连抽奖都没抽呢，老哥，你要不要冷静一点？冷静，等下次活动好不好？下次活动。这么好，这么干爹。我不需要干，我不需要干爹。我跑好慢的，你们怎么跑这么快啊？你等一下可能重开。我没有升级，有点亏啊。应该是你们升级到我不在游戏里面，所以我没有升级。他们说都升到满了，然后、所以我一进来就会有，就对了。先走。OK， 没问题。我没有带到手电筒。我刚刚跟阿撸也是两个人都跑很慢，那、我们重开后就好了。原来是这样。对，哎、欸，那给你，阿撸给你，哥，耶、yeah, ，谢谢你。喷水入粉，布灵。没有，这帮我们真的还是假的？假的，真的啦。假的啦。到底？哦，那只好让阿撸去试试看喽。这里有路吗？这里没路，哦，太快了吧，白痴哦！会下去哦！我好黑，好，我跑好慢。
还有一个大人走。还有哪里没收？大轮轴。嗯，前面我满了。这里还有东西吗 ？Hello。轮轴。哦，好深哦，好深哦。有那个大嘴怪。这么深。就过，老哥 ，OK。老哥，不要喷。说怪啊。没事，鞋子没吐啊，看一下。欸、这里是、哦，所以要过去吗？我没手电筒，过来帮我照一下。哦，好大、啊，好大的，更深入一点。那雾好像在上面。群开，开这个，有啥用？谁啦？关我，哈哈！谁啦？关我了！有人被关起来啦！出事啦！开门！出事啦，妹！一定是梦魇龙，肯定只有他。这个好像没东西。那我们就回去吧。走吧。结束了，看完了。没有花花哪里会看他？直接跳过去。哇！太冒险，我不想再没有游戏体验了。跳下去我会死啊！这个图这么小吗？哎、欸，好快！OK， 怎么有人开外挂？好扯哦！这里面只有我是平凡人类。欢迎安安，哪有很久不见乱讲话、啊，乱说乱说，哪里有乱？好久不见，你在说我太久没开台吗？也才五天不到吧？我哪是？我蛋黄虫。死了吗？我听到那个一出来就听到有人死掉的声音。哎、欸，这里居然没有那个蜂巢吗？吧，我要找一下。人死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对啊，怎么了？看来是要传他的意思。要传你吗？你真的会死？那你跟他对冲，直接踩过去就好了，不会死。你需要什么帮忙吗？你旁边有怪哦。我需要盔甲。有一只不知道传你怪了，传你就好了。这是小胖，我说超快，快到不行。现在是爆脸虫吗？那个圆圆洞。应该是。有什么技术上的需求要说？没事，我好。小胖怎么开外挂、啊？凡人跟神仙的差别。真的哎，我就是凡人，接近死人。哎、欸，在干嘛？路伯怎么进去了？哎、欸，路伯怎么进去了？很贪哦，好漂亮！哎，哎，艾比啊，竟然没蜂巢哎、欸！大哥，大哥，吃巧克力吃到打嗝。前面有怪，右，你右边，右边，花男，是花男，是花男。前面有怪，没有吧？死路。啊、要去花南那个方向，要去花南那个方向，那个路，左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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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该是这里，应该是这里。路哥在干他、欸，好狠！后面有一台手力机器人哦，准备过来喽，快到了，再一个转角。
这样 Noob 会不会打老婆啊？手机机线在后面哦，在后面哦。我不要、啊。要葡萄钱啊！要放毛葡萄钱。我感觉他都，我要去。都忘记了，看你。哎、欸，你这好像是……他出来，他出来，他出来了！哎、欸，这么快，这么快，厉害了吧？嗯哼，哈哈。不行。喂！把他传进去啊！把厉害再传他进去一次，反正六点而已。哦。看来是好游戏。路回来了，剩你在里面而已。搞了个好东西没？听说你说我是柯南。啊，你不是你自己讲的吗？我有错啊。对吧？不是你讲的吗？对，我来啊。好，走了。耶、yeah ！传回来吗？没有，没有啊。哎、欸，没有啊，他马路没传回来，为什么、啊？不是不是，他传不回来，他坏掉了，被弹掉，完蛋了，朱哥，完了，我把他弹掉了，谁开传的？谁按的？王杰，师傅，王杰，不是故意的，对，我喜欢故意的，我知道，我刚来哦，我新手，船长失踪啦，我刚来，船长被丢掉啦，船长失踪啦，啊、还是我先下了。我有腰带，你传我传我会掉腰带，然后再传一次。哦、oh. ，不是，你现在是我不知道你连人都不会传哦， oh, 所以他现在要传两次就对了。有腰带的话传两次。哦、oh. ，这是一次吧？嗯，而且你有腰带，你被传过之后，你的重量会卡住。你要把那个东西丢光之后，重、啊哦、传一次。好麻烦啊！但这游戏怎么有腰带的话，非必要都不会传。这游戏怎么那么复杂、啊？好棒哦，船长失踪了。对，这肯定有串谋的嫌疑，篡位嫌疑。我来看看，有人好像很猛。你说那位跳舞的吗？成为这个频道的会员，不要。嗯、不是，我觉得我的画面离中段好远。那行，正常。23块，69块，48块，可乐几块？谁在数钱？谁在数钱？快点，我拿不动，我是真的拿不动，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在我在你隔壁。我好像过不去哎、欸。真假的？走个路，走个路，好像没路过去。这样我要放弃这瓶可乐了，24块钱。哇哇哇哇，花男！哎、欸，花男又出现了啦，卡死了！
欸，好多东西哦，捡不满啊。可乐不要了，是可乐多少？可乐44块、欸。好卡。94块哎，老草！在这吗？哎呦！还干！才刚遇到哎，自己看，没上。哈哈哈！要走了，算了，你快快没，快没，要走了。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嗯，跑不动，我跑不动。哎、欸，走，你走。我可以留下。跑不动。对，还有一段距离没关系。向下面走，下面走，下面。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对。你们这么厉害，偷那么多东西。我也跑起来了。半霸要死了。哎，雪莉晚安。空语，不，我的空语。可是有枪他。今天超常发挥没有？说啥？我正常发挥，我肯定都是第一个死的。我输了。被花篮扭断了。别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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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僵尸哦，不，那个不是人哦。可以，他踩在鱼箱上欸，猛欸，他到对面去，僵尸，拜拜。哇，Terry 被僵尸咬了，没救了。What the fuck？ Hello。可以帮我们把那个炮台关掉吗？不行，莫龙挤到我一直动。为什么？没事。你怎么？他怎么只剩一下啊？这么快？两下吧。没有啊，两下啊。哦，好了，出去，走。哎，还有一只是不是？还有一只。你出去，我先进去。我先整理装备。我真的要出现了，大家好，拜拜，欢迎。而且重点是他那个僵尸是高速僵尸，爆，然后直接把他吃。那我现在要干嘛？哎呦，我不要在那枪口下，等下蹦出来。啊，是诺伯。诺伯怎么进去的？太猛了吧！密传坏掉了。哎，好事哦。我们现在走了吗？走了吗？四点嘞。还是你要继续？有狗，哪有啊？有狗！哇！没了。
你咋数啦？我尽力了。要吗？他怎么学个狗叫声就死两个人？下面还有一条，下面还有一条，有两条就对了。完了，这游戏越来越不能玩了。我要开 RPG 咯，楼下还有狗吗？有。高速活动非常嚣张。死的，那只狗死了。那我在外面吗？上面那只死。对啊。他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了？被敲死的啊，敲的死啊。不管了，我回去了，我不打那只狗了。那边电狗被敲。对，那边狗冲不过来，可以卡着打。哦。一般来说，敲好像死一下就死了吧。哦。很好玩。对啊。可惜敲死狗也没办法拿到什么东西。有模组是可以把狗带回去卖啊，带回去养是不是？那卖啊，卖给那个老板。因为那个镜头一直切，我没办法确认到底谁活着谁死的。那我觉得那个模组应该坏一点，那游戏应该坏掉。你们该说飞船太多东西看不到。人死了，什么？重整一下，就是有人在控的时候。18，28。大家都死掉了。你是被枪卡打死了，开心？我吗？我又被花男扭死了。花男学诺诺的声音说：“你在这吗？”我就扭断，我被扭断了。我原来是跟花男玩的手。我只能说，我帮铁鱼延长了性命，但你还是死了。哇！真的是会写血那个僵尸，他哎，他超快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我明明就有跟你讲，大门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一只僵尸。对，我知道僵尸，可是我进去没听到声音，我就听到手刀前咚咚咚，然后我就死掉了。会爆就是。斧头前咚咚咚。怎么办？哦，原来贴的暗狙哦，没有什么屁用，对不起。哦，死了！怎么死了？谁？你要打诺诺？有人用性欲扫把，不是性欲锤子，把他敲死了。我已经快到，人跟着都走掉。哎，怎么有人把尸体丢进去了？怎么？哦，拿不出来了。谁丢的？不能丢吗？对不起，是我。没事没事。他会抽我十发。哦，抱歉抱歉。怕别怕。曝光就好了。哦，就不止20%了。完了，等一下说你都已经是老板等级的，怎么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不知道。还想乱敲？啊！靠一下！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因为几张秒高。可以传一下我，
跑太快了。为什么、啊？要去水平上没那么高了，你让水死一下不会死的。你去签乐透啦，中大奖养阿撸。没有没有，这样子的话，你要这样说的话，诺诺才可以去签，他一下就。操，你这点不起来这样。别再玩 bug 了。你是说去拿个什么拿不起来的东西卡住啊？下午怎么抓那个？再剩一百块，真会花，确实。今天好干净，千块。2000块轻轻松松的，好吧。其实你可以花那个啊，你可以买那个 Hunter。Hunter 是干嘛的？打怪会掉东西啊。哎呦。不够钱。这么刺激。所以刚刚那个啊，刚刚钱很多不知道怎么花的时候，你可以买 Hunter。哎，50块。而且大家在上面没拉开船，狗肉不是还在用？没了吧？嗯，没了。都在上面来。你为什么又把人打死，老哥？为什么一下就死了？你不杀人不会死，不是不是？你一天不杀人不开心啊？你杀爽没？为什么？你到底杀爽没，老哥？为什么？不是啊，什么是杀人还问为什么啊？毕业生，我没有想到一下。哎喂，我，哇，我怎么走火了？繁星居然死在谁？阿路好凶哦！怎么了？怎么了？不知道、欸。又是情人节吗？又是情人节是不是？还没、欸。你可以走了。还差那么多。怎么是？哎、欸，还活着。又是情人节是不是 ？OK。懂了懂了。今天又是情人节，我打开那边。好扯哦！原来不杀人不开心是这件事啊！是你啊，原来是你啊！你才是杀人狂魔、啊，早有预谋。哦，刚才杀人，我把你全部杀了。我突然觉得我是被锤子敲死的，好像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欸、我充个电被打了两枪，怎样？OK， 差不多了，我。拜拜。再见了，拜拜。巴巴拉，拜拜，拜拜。这个遥控器是什么？遥控器哦。对啊。你的玩具啊。在一场的哦，那就是你突然在外面，你在顾家的时候，突然发现灯在闪的时候，谢谢你。可以检查，当然是在网吧，但在玩游戏。不是哦，我以为路鬼死。原来是情人节的部分吗？路鬼没死。啊，我又忘记重开，白痴。不是哦，不会。走，我好怕。但我刚刚杀了很多，但 我不得不说，我全部都是意外。哦，右边没东西。好 ，OK。
不是。左边也没，一楼左边也没东西了。楼上。等等我，我有一点喘。蜘蛛，蜘蛛，蜘蛛。因为我触发那个蜘蛛网啊，在追我。蜘蛛网是这样，有人死了。我觉得是不小心按到右键之类的呢。我不想说实话。走了。我死了，怎么可以自己死了就这样？太过分了吧！你荒谬了 ，OK。不仅杀人，还要让大家没得游戏玩嘞，过分了。这个人有原因嘞，390块而已，你看看。有原因。不好，我按错了，我真的按错了。有啊，哦。怎么右键按那么久？我以为你是这样就不玩的。好了，干，我按错了啦。太过分了，这个人。那个死掉，我那边那个被炸死，我太臭了，我就不小心按错了。啊，梳头发，梳头发。嘎嘎在吗？嘎嘎安安。是吓到手抖。该该叫在吗？该该。要抖了一下。那。看我今天是熬夜了耶。你在上班到半截没？整理搬家的东西。要搬家。我有点累。还是一样在那个地方。巧克力吃完了，要出门买。好像不开皮，今天玩得比较顺，不卡。
Abby。Yabby，在门口 Yabby， 被人家相信我好难过，对不对 ？Yabby，这里。一万一不会，是啊，我只相信路过，你们不知道。啊，右边是亚比哦，对，你那边有亚比，扁他。感觉出怪事，头上吗？好像头上有，在楼上。牛牛牛，我没拿，我没，不是安的，不是安的，不是安的，这就是运气问题。哎，怎么了？哎，请问右上角显示关是真的关还是开？要按一下才会关起来。也对，所以右上角要显示开才是关，对不对？对，好好好，它是相反。这个我拿到了，吃到那个升级，所以打两下就死。那我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一定要打四下才会死。下面有他们在下面，阿鲁在下面。然后这边摄影跳过去了。哎呀！我听到了懦弱的声音，肯定是怪物，快走，快走！我是怪物，快跑！没路了，没路了，这里吗？这里，没路了。好，回去的路是这里啊，这里吗？不是，哎，这边有一条路哎，这里有人走过吗？不知道。断脚，跳太高。爸爸，你是不是在里面？哎，我也在里面。OK， 我们都出来了。是否忘了我啊？是哦。哇！末影龙打输了。我小女孩喽，什么？小女孩了，耶、yeah ！快来哦，快来哦！联动应该可以瞄吧？好，我瞄。走喽，走喽，走喽，快进来哦！我要走喽。小女孩的，走吧。很小胖，小胖回来了。嗨。啊，同学，哎哎，加末影龙，一换一不亏啊。没有花了一块钱，这这么凶，有点亏，小亏，亏啊，没赢就是亏，骗死的，会赢哦，喵，
急速。而且要听他东西掉的声音，我才知道他死了。啥？小鸡。我不是有开无下限速是吗？为什么？为什么碰不到我？因为他是花男。有没有可能喵？阳光。请问我的想在哪？侧门不要进，一进去枪塔。吓死我！地塔安安喵。地塔安安喵，被兑换了五分钟喵。躲起来。有人蕊好多枪塔哦。问一下，我帮你感谢一下。啊 ，I E A。燕 ，E A， 他打错了。怎么得好赞？才不赞，才不赞！感谢丽塔救团，喵。有有有，我看一下哦，我没看到你耶。哦，真的真的真的，你说枪塔那边的吗？喂，你说枪塔那个吗？对对，两个枪塔那个。是真的真的。大家好，先修修好。没有，你最近也没有什么在玩，对不对？去看你都在画画。开台辛苦啦。我死了。为什么？怎么了？是不是？我撞你吗？僵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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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是是是，打他，打他。对，是僵尸，是僵尸，是僵尸。小仙女，他什么个月？繁星，干嘛？那我传一只僵尸回来。我怎么知道是僵尸？他死了吗？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哦。那你刚刚才玩。之前都没有，
最近下午去看你的时候，最近下午看你的时候都在画画。一个礼拜剪到色什么？还是我太早看你的台了？完蛋了！这样讲的我好像都没有在看你，我明明就有。哎，高高安安，杀虫哦，好，七七，我不是射死了，不是死掉了，射死了，射死了。关关枪塔吧，然后我关啊。可是下面那什么一我看不到。捡垃圾不揪，不是我揪的，我才跟着玩的。喵，对不起，刚刚忘记喵了，我补你到40分。我去帮忙捡。狗，有狗，是有狗。还是高高，你要捡垃圾可以找我啊，喵。混蛋啊！我去跟他决胜负了。不是哦，刚刚看水果茶死掉传回来，怎么知道是僵尸？啊，准备死了。你社畜，辛苦社畜了，喵。没有，最近没人找我，我都在帕鲁啊。死了，他会赢输了，他会赢了。好像有僵尸，好像有僵尸。剩你了，那个墨鱼龙死了。咖啡吗？喵，我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前阵子又爱喝咖啡，为了不睡觉。喵，哦，奶茶可以。
我啊，那个传不回来。如果查传不回来，他说他会赢，没有，他被我害死了，后面有枪塔，他被打背。哦，no，没有，我关太慢了，抱歉。刚刚有人切我的画面，太胖了。来，不管，我赢了。我已经尽力把东西带回来了。你好棒。喵，3000块呀，好多钱哦！哎呀，喵！修了，太扯了！现在搬门搬东西，谁在玩会癫痫啊？没癫痫会被搞到有癫痫啊！我要输了。哇，这个是血崩了吧？谁那个来了？我。在这里啊！哎呀，快走路！好可怜啊！为什么我没事啊？我看到那个触手穿过我了。哈哈哈！看你是天宇。太扯。Goodbye。走，哈，有人在乱玩的，然后有人又死了，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惊梦的那一位先生，好惊梦啊！开门没？又姓什么？姓阿。姓阿，一个姓卢。姓阿，名卢。姓阿名卢。嗯。人家姓卢名，姓卢名阿。就是叫卢阿。也是可以啦。好像也是可以啦。就是有人这样叫我啦，是有叫我一个字啦。阿。阿。阿阿，我是主持人，不知道你在干嘛。AR，AR，小干，请回应我啊！啊，说话啊！回应我啊！说话啊！啊，说话啊！啊，你在哪里啊？啊，不是好棒棒！快点给我啊！啊，不是，对不起，哎、欸，我太早，我过了。啊，3000多块耶！魔花，魔花，三只。根本就不花，不花给扣光了，给他，我的。买点橙子。没问题。怎么好像人少了很多？
死两个，走一个。啊？谁走了 ？Ariel，Ariel。露诺啊。我要跟着这台船飞上去，大家看我起飞没有？为什么？然后看铁鱼踩在上面。还好这里没有姓韩的人。干嘛？说来韩老师这边吗？不是不是，有人在加能力。大家都叫我韩。对啊，就是来韩老师这边啊。哦，也是这样子吗？对啊。啊。同样的东西。韩啊，现在买的话，来韩老师坐对了吗？来韩市长这边，一样吧。对啊。对啊。过来韩市长这边。哇哦！吹着走。哇哦！哒哒哒哒哒。我很好奇哦，我这样跳会不会被压死？如果在那个下面的话，应该会吧？会吧？压五跳完，我们可能掉下去了。真的哎。好哦，再见。下去了吧，再见了。跳完嘞，再见了。哎、欸，没事 ，OK。再见。他没下去，我已经等好了说。诺夫表现出遗憾，那表现出有点失望。我已经听出来那个口气了，没下去，很失望。哎、欸，如果负重过重的话，跟着跳舞不是可以吃那个吗？跳舞的速度。对啊。哦、啊，就那个跳舞的带着你。嗯，会不会都是 bug 达人呢？哦哟，鲁哥动作可以，我觉得可以。要不要先上去？去吧。OK。那上成这样，全部退出，全卖。然后可能只会等下剩下梦魇龙了。柴油味，我就不会用这个，这好难啊！哈哈哈哈哈，不是芦苇，芦苇什么味道？你讲清楚啊！我不清楚哎，等下问 Noob 吃芦苇啊！我先下了，芦苇咸咸的吧？我要去骑我的逆麒麟的。逆麒麟是什么？那是斜麒麟，好，斜麒麟随便啦。逆麒麟，逆麒麟，米麒麟，随便啦。米麒麟轮胎，拜拜，再见，大家晚安，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拜。来，我们再来小开一下。哎。终于可以，我马同学还在吗？再补你几句喵，好不好？哇，菜渣竟然在打昆虫！把他打到哪？啊，看一下，看一下。
退脱，来趴一下，趴挖乳头一下，该分类吧，有点懒，改掉了。问屁呀、啊！也有啦，也有。这个画面要遮一下。噔噔。我要跟主播说晚安了，歪女晚安，晚安，晚安。哇，帕鲁一个多月了，最扯的是什么？最扯的是我每天都在玩，居然比宝可梦玩，哎，白痴哦！看我开了什么，说好开帕鲁，怎么开到这只啦？白痴！怎么开个帕鲁开到了这只东西？他说好的怕咧，啊哈哈，怎么是开你？白痴哦，这是什么肌肉记忆？幻兽怕，你们知道我那天在打那个 boss 的地下城吗？打着打着，里面出就是那个，就是进去马上打 boss 的那种祭坛，一进去马上遇到一只稀有的。我那时候打 那个 boss 的气丸王嘛，然后里面有一只稀有的气丸丸啊，气丸丸跟那个气丸王的 size 哇、哦、一样大哎、欸，我说哦，有人要篡位了，有人要篡位了。嘟嘟嘟嘟，我们扫小刷一下啊！我现在在刷这只 boss， 现在有谁？三个人在线上。哦，个我看不到。我还没出来。这里，这里。太亮了，太亮了。啊，在这，这，这，这。哎，血量刚好1000呢、欸。这只啦，我想要刷这只，然后我正在努力啊。真的是三倍欸，他怎么望月那天说看可不可以开三倍？就是昨天看他在安妮那边说，
可以开掉落物三倍吗？我想说我那天经过捡到东西是三倍啊，啊怎么会问说会不会开三倍？是不是很安静啊？我找个歌来听。嗯，歌单啊，不行不行，版权的歌，我前几天才努力把我的歌单全部整理好，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是写歌单嘛，后面太多了，我就分成动漫歌单跟歌单，啊，发现又太多了，我现在就是亚洲歌单、歌单跟动漫的歌单。然后面又变成西洋歌单、亚洲歌单，然后 V 翻餐歌单、动漫歌单，那歌单太多了。来听，来听，来听，听听听听。啊，这么晚我们就适合听这个了。我们回到喜翠地区，好不好？回到我们宝可梦喜翠。小卡哦，等一下哦。有吧有吧，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啦，喜翠那时候最喜欢还是这一首。这边也在怕，没有，我隔壁没有他的那个啊，我进不去啊。啊，这边是我玩最久的帕鲁斯服器嘛，你看啊，我这个也是全点手作啊，你看小胖。我现在基本就有8900了，然后这是我的帕鲁配置，虽然这只空乌龙应该可以把一个利洛改成拉拉队了，但是大家都是四速，想说不好意思改成一个拉拉队给我，所以你知道我手作上瘾的原因了吗？就是这只角色害的，可是。之后如果要再玩的话，我应该就正常玩了吧，就是点那个负重天赋啊，点负重，然后耐力啊那种有的没的，等到满等后面没东西玩的时候再点回那个手座。你勤奋不用不用不用，那个谁不嘎嘎给我了。布嘎嘎有达到一个给我了，那加上你一个给我嘛，我现在有两个勤奋的了。没数啦，魔术没数，哎，不是这里。啊，抱歉。是不是太大了？等一下哦。你太大了，小一点。你知道我想刷这只的什么吗？我想试试看这只有没有开花版本。然后我放弃去刷裂空座，在那边刷叶妮妮。裂空座是不是期望值还高一点，对吧？因为毕竟裂空座是确定有色尾，只是我刷不到。那这只不确定有没有色尾，我还在这边一直刷，跟神经病一样。效果能叠吗？什么效果？哪一个效果？我现在的，因为这两个，你看我的护盾跟滑翔翼是之前前一个版本的 bug， 我就卡着没有用了。然后帽子是手工那个啊，高速作业嘛，一样的高速作业啊，这个加10%嘛，然后30%。30%降60加10 70%， 70% 再加原本的啊，加拉拉队，拉拉队就是30，那再加上披萨嘛，披萨或是那个沙拉也是30，你看装备加沙拉就70%了，然后帕鲁这样加起来200%，你看这样270，
再加10%，这样回来怕了，聊个天啊，小聊一下。不然其实我私下也是在怕，只是我不在柠檬君怕啦，因为哎呀，柠檬君那时候说怎么讲，嗯，你看哦，就是人太多玩嘛，对不对？那物资一定会不够啊，所以大家其实物资都是会共用，所以你没看到我其实在柠檬君，你看啊，给你们看，我其实在姐姐这边伺服器，我的地图都这样而已，就只有这样而已。然后这几个突然开的点，我不知道怎么去的，他有时候会突然自己帮我开点，我就只有这样子玩而已啊，跟我差不多。不不不不不，我跟你差很多好吗？我玩的比你还要勤。你不可以把我跟你比喻在一起，我跟你不一样，不一样。我玩得很认真，好吗？你要知道，在这个伺服器，我是只有点手作天赋的人欸，当时欸，我手作天赋变到满等欸，我中间我没有喝过任何的调整药欸。望月一定超亮的，我不知道啊。重点是，来你看哦，我的帕鲁图鉴一大堆灰的，我根本就没有抓，有些根本就没有。你看这边女王风、骑士风，我根本都没在抓。你看也才一只、两只、一只。问号59，我连看都没看过欸。练到50等了，还有看都没看过的玩家，你看厉不厉害？进来干嘛？我就是进来，我讲，你看一大堆没有的。那再来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抱着我是进来帮忙的心情在玩啦，所以我对于什么比如说他们可能达到金色图纸啊，要做金色武器嘛。我的优先级别当然是其他人先做啊，然后去帮忙去烧材料啊，弄材料嘛，对不对？他们当时要抽一把枪，要抽3-4分钟，我去帮忙抽30秒啊。因为很多东西帕鲁不一定会帮忙做嘛，要去帮忙做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因为毕竟这是姐姐的伺服器啊，啊，这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怎么讲啊？毕竟我也是柠檬君的一员嘛，我想说进去帮忙他照顾一下大家，对不对？我是抱着保姆的心情在照顾大家的。那后面他们就是，我只有个小小的要求，那时候就望月帮我用了，因为一开始是连李龙啦，因为大家等级没起来。然后连李龙的安还比较好弄到，我想说就一只连李，那么四只连李龙加各个有拉拉队的，当时是这样活过来的。所以你看我现在负重哦，我的负重上限就只有940而已，我当时只有800多啦，我还用着800多的负重去运矿物物资，你知道我运个石炭，运个金属矿，我来回就要跑8趟9趟了，然后矿烧完了嘛，就发现，哎，我要做的东西怎么没了？然后看到旁边在搓那个帕鲁球，我想说，哦，好吧，被做走了。然后我再默默去运，其实还好啦，因为毕竟我自己没有要抓帕鲁。啊，我那时候忘记要做什么了。欸，我忘记要做什么，那时候需要金属锭。看一下。你看我其实科系的点很少啊，都点必要的而已。看一下。我当时记得有个很紧急要做的东西。没印象了。好像是某个安欸。肯定不是你错，一定不是你啊。我忘记了欸，这个吗？
也不是啊，我坐这干嘛？啊，还是这个啊，精炼金属，因为那时候要赶快弄出什么帕鲁金属矿嘛，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电器，我那时候刚进入电器，我就说，哎，这个优先做，这个优先做，这个对后面大家比较有帮助的就先做。那其实我想说，既然他们全都点手作天赋了，对不对？啊，那我就通通点成那个负重天赋，然后只是叫他们可能就是帮我养一只输出的那个。我其实有听到一个声音诶。又听不到了。来，继续听回来。对啊。哎，我是不是格里芬没还给你？哈哈哈。是啊，没事，你先放着，你有空上线，或是你开台的时候再去跟你拿，不要为了我。不要特地为了我上线啦，会不好意思啦。我不是一个值得你这么特地为我上线的人。哎，怎么办？我忍不住想先让你看呢，让你看看就好啊，你自己开台再自己来看。哎，格里芬真的好用哎，他的40专属大招。撞的那一下有伤害，后面那个很像无人机的东西就很棒。哎，安妮，我跟你说，你这边的狗狗曾经把饲料全部吃光过了啊！是我回来帮他们补饲料的，快夸我！你这些不听话的狗狗，会炸家的狗狗们，把伺服器炸掉过，完蛋了，这是什么 bug？ 你现在要吗？你现在可以上的话，我就要啊。哎 ，bug， 我什么都不能按了。哇哈哈，我按不了啦，完蛋了，这是什么挖沟束脚？叫我！对啊，刚好要定死的是叫我离开吧？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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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好久没开这个了，看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它怎么没有那种可以上帝视对吧？就是关 UI， 它应该有啦，有光 UI 的那个模式。哎，我好久没这样子露脸，露半张脸，你不觉得，哎，露半张脸真的是最好看的吗？老胖晚安。他不会丢哦，丢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没开啦，白痴哦、喔！抱歉抱歉，那我开一下，我等一下补你们，白痴哦、喔！等我一下。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会开皮？因为我刚刚开帕鲁的时候没开到，然后开到 VTS。对不起，等一下补你们好不好？等我一下。哦，游戏怎么卡、啊？不开。噔噔噔噔噔。
然后玩帕鲁玩到，哎，我真的觉得我宝可梦也没玩这么迷耶。我主要是他给我感觉又跟萨尔达真的很像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在里面，懂吗？那时候萨尔达我也是玩的比宝可梦还要久。我想一下哦 ，Switch 我玩最凶的应该是啊，肯定是我们的动物森友会。那再来就是萨尔达，最后才是宝可梦。这皮好可爱哦！哦，谢谢你，才看半张脸就说很可爱，你这样子是不是？那该解完神庙了吧？被你发现了吗？我还没有解神庙。欸，我不知道欸，王国之泪真的好玩，但是我没有想解完全部神庙的动力欸，好奇怪哦。旷野之息我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心那个意愿去把东西解一解，就是血量加满，精力条加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国之泪我没有想要把血量全加满的冲动欸。然后等下次新的动身出来，我要真的认真的布置我的岛，不然我2020年那时候动物森友会的岛真的是工厂欸，真的是不好意思让人家说啊，这是一个会画画的人盖出来的岛。没有，其实我根本没有改岛，因为我其实不会去破坏那个原本地形生态。其实我根本就没在改岛，把东西扔一扔。好，树根有开完吗？树根有啊，树根比较简单啊，树根跟传送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很好开啊。哇，好大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等一下，怎么两个我？传说看到两个我会发生什么事？完蛋了啦！哈哈哈哈哈！他解错视窗了，完蛋了！解这个，然后。那你等我一下哦。好了。你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欸。呼，谢谢你，感谢你。这里，你看，我其实没什么输出的帕鲁，这个还是野生的 BOSS 拿来打的，我其实没有。你看我连杀小子都没练、欸，这边真的是打到烂欸。阿爹，我要让你欸，还是你要来看一下我的设计理念，是不是很好看？我们看到这边就好了，上面不要看，看这边就好了。哎，我一定要叫安妮好好开台，看我怎么盖这个的。哎，真的是。真的是好看啊，哎呀，美吧，你看哇，我跟你讲哦，我是真的是那一天脑袋突然被打到，想说欸，好像可以这样改，于是呢我就是花了快一个小时啊，这个是真的没办法了，这个他这边完全没有峭壁让我改，他这边能盖的是这边。哎呀呀呀呀！能盖的是这个位置，这个草皮能盖，但是就很难衔接过来。我最后逼不得已，只能用长椅了。长椅假装是楼梯，对吧？对，楼梯。没有，因为会摆这个是 bug 啦。这个到时候我一定会换掉了。
因为觉得如果这个真的是恶性 bug 的话，我再改，我再弄掉。如果是良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我就继续摆着这个元老级的装备，通往天国的路啊。所以我就说，可惜的是，可能就这一边吧，这一栋，到时候偷拆掉，上面毁掉就完蛋了。然后就这边施工，先施工成这样好了，不然真的没办法了。这真的是我那天前天啊，绞尽脑汁在盖的。因为怎么讲，它很多东西延伸上去嘛，就是太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像创作或是弄什么东西，就是你看你要盖这个东西，它就只能前后左右这样子，它不能斜的嘛。那所以我就打破这个思考框框，对不对？于是呢，我就这边下面是平的，没错。那我上面就斜一点点，当作是衔接楼梯这样的概念。所以不是这个梯子是从上面斜下来的，而不是从下面斜上去的。所以我这个梯子是从上面接下来，那这个东西也是从上面这样接下来。不，这个是从下面接上去，这样子衔接过来的。哎，它真的没有一个像可以拍相机的功能。你看这个就是斜歪歪的啊，这个斜歪歪的，不是这样子盖的啦。但是它真的没办法，真的太对称啊。我那天，我其实这个很快就盖好了，后面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对称它。对啊，我觉得这个路真的很好看。不然就是把这个楼梯拆掉，把温泉往上移吧。因为那时候想要做一个往上的这个温泉，蛮想盖这个位置。然后后面因为真的是被那个思考框框局限住，就是我想要就是方方正正的往下，但是真的做不到。于是我温泉就卡在这边。然后我的温泉有发亮，原因是因为我在后面有加萤火。萤火卡在这边，然后温泉会感觉特别的亮啊。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小天才，一直有人跑来收成我的东西，每次这边都是剩下播种，不可能是上面的帕鲁，因为这个在框框外面，我不知道是谁。来我这边每次都是剩下这样子，你看瞬间收成，这边只显示要播种，我不知道是谁哦，有人太过分了吧，来偷菜耶。打水是你当开心农场玩吗？你根本游戏天才吧。所以不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不是我不想盖东西，不想布置东西，是我懒。因为我一盖下去，我一定沉迷下去嘛，跟安妮一样啊。不是我们不盖 啊，是我们盖起来会跟发疯似的啊，没日没夜的盖啊。开心农场，对啊，欸，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昨天上线的时候也就超级卡，欸，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来到这一区就好卡哦。来，我觉得这只挖矿最好笑了。喂，快走，快！你明明就没捡跑速，你跑什么跑？你跑啥？要跑，要跑！这只挖矿真的是快到了，我很想笑哎。以成功分配至树，哈，他可以砍树，骗我吧？又过来，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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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好的，那算了。好啦，就是
就昨天，前天啊，前天在更新这个走道。啊，有知道这个矿点就是那个啊，网络上最红的嘛，八金六碳的点。这边，然后就是下来，我就是想说看中这边有一块小地，尤其你看嘛，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就是这边一个地，可是这边盖很辛苦啦，你要把材料放身上，因为这边是离终端外面的距离。那个蓝蓝的好像小瀑布，你说这个蓝蓝的吗？哎呦，没有，那再来，我当时本来是想。你看这边也有一块地，安妮这边啊，这边就这块地啊，我那时候有贴个影片给你，他就选在这一块，因为我那时候看中这一块也是因为他就是有瀑布加瀑布，然后我当时本来要盖的时候，你跟我讲了一句话劝退了我，这边不会太吵吗？然后后面来这边大概待了一分钟，好吧，我不行了，还有关掉声音，这边太吵了。这里有听到吗？这边待久了会有点燥啊！我那时候我是想这样盖的，我来讲一下啊，讲解一下。我想要就是，这边就是一样盖一个，就是类似半圆形的嘛，一个么字形。然后么字形的时候，然后这边再盖一个峭壁的一个像类似观景台。我想要这样子盖，可是呢，我想说我还是不要乱盖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伺服器资源是不是因为往那个盖太多建筑物导致的，想说就比较白噪音很好睡。那我跟你讲，我台风天的时候就开24小时的台给你当白噪音，你就听到用铁皮被敲打的声音。对，就这样。那这个是我在这个伺服器玩得很开心啊，是真的玩得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要的东西他们可以提供啊，他们要的东西我可以提供，就互相啊，一物一物的感觉，就是今天刚好我可能需要啊，坐骑好像有点慢欸，啊，怎么你有四速空窝龙吗？啊，谢谢欸，于是我就去帮他搓蛋糕，搓了300多个蛋糕，对吧？那尤其这个是动用了大批人马盖出来的东西，你看，给你看，不好看。这个哎，晚上看不见，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看哎。我那时候没有进伺服器啦，我想说不要。再让他们更卡了，对不对？欸，其实我那时候跟他们说，我说不然就是这个东西放在外面啊，放在圈圈外嘛，但是好像没人理我，没人理我，没人听我说话，游戏看好变魔术哦。啊，这是手作的威力。没有，等他成长完，我再弄给你看。就是那个叫啥？欸，我现在够吗？我现在缺哪一个东西呀？为什么我加3加3 30%？进食有啊，嗯，啊，少了这个位置啦，这个位置如果再加10%就可以破10000。啊，这样少一只帕鲁，我去换一下。我的拉拉队呢？啊，在这个的，好了，来喽，这才是完全体的我。也不是啦，还可以更完全体啊，是太耗材料了。来啊，你看哦，舀水，你看瞬间
看到没有？收成到浇水，收成直接浇水了，连播种都跳过了，恐怖吧？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小麦蛋糕都不缺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鸡蛋牛奶没办法，那小麦跟莓果就是都是我在弄的，对啊。但是这个玩法真的不建议玩啊，后期再玩就好了，因为前期很多东西帕鲁就可以帮忙弄。你这个后期要培育怎样之类的，再开始玩就好。不然这个干嘛害羞？我跟你讲，我在这个伺服器当时一直被叫快男啊，我也解释很多次了，我快，但是我次数可以很多，这样快很棒吧？是不是？你看隔壁的可能现在还在慢慢成长，你看我们这边又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隔壁成长的三次？一次我们可以用三次，你看又好了。不对，我们直接跳过了播种，所以，对啊，因为后面其实养到了一只手作舞的阿努，老实讲就够了，不是不用一只啊，反正后面会有两三只以上的手作阿努嘛，其实就可以取代玩家了，取代不了可能就只有做蛋糕这件事情，做蛋糕。一定是玩家做的会比那个啊，比帕鲁好。好了，这边逛完了，我要继续去刷开花 BOSS 绵悠悠悠悠悠，在这，他马上在抱抱、哦。完了，这只双哥龙在冰冻，这只阿努比斯带回去吃。小伟晚安，小伟晚安，晚安晚安，谢谢繁星导览，没事，没有啊，我跟你讲，我在这边不敢盖太多东西。好了，然后当时就说。奇怪，有兔耳，为什么教主不带？不是不带，是，不是不带啦，是学士帽啊，有点需要他的那10%手作。你要修了，游戏晚安。啊，对，游戏，我这个眼镜也可以变色哦。怎么变色啊？忘记了。太久没玩了，我的眼睛怎么变色啊？妈，我的眼睛要怎么变？烂了。怎么看那个啊？那个设定啊，完蛋了，等一下哦。这只皮当时的按键设定跟我那个完全是不一样。这个吗？然后看一下哦。啊，这个对不对？组合按键。啊，想起来了，这个吗？不对耶，嗯，想不起来，完蛋，再给我2分钟，帮我把记忆结成冰。对啊。我再看一下哦。啊，有了有了有了。
跑到了啦，白痴哦、喔，怎么是个剑啊？有没有当时变色的眼睛？他会不会忘记？不是，他会忘记他正常，因为我有把按键设定改掉，因为熊熊的快捷键就只有一二三四五六。我说这个玩麦快的时候，我玩一玩会变成这样子啊，滚轮切到一啊，火把插上按按按一堆，根本想不起来是什么。看麦快了吧，这边好补补。哎，好啦，该休息了。只是想说，最近不是没在怕，还是有在怕。只是我在想，我因为那边我是玩那个嘛，这其实另外一个伺服器我也是玩手做的，然后一样玩到五十分。后来我想说，如果我们要真的好好又重新玩的话，因为我其实柠檬君那边我没有很认真，也不是说认真在玩啊，都因为玩那个嘛，都宅在家手作，然后很多其实我都不知道一些帕鲁的能力功用，或甚至我连神兽都其实都没有打过。你刚刚看那个地图也知道吧，我半只神兽都没有打，就是靠他们，就是想说养好现成给我。那其实蛮多帕鲁，我其实你看嘛，幻冬兽我甚至是零，那这只是凡不会是一的啦。那时候是我在帮忙捡蛋的时候，不小心按到那个，哇，肌肉记忆不小心按到孵化，你看我连这个也是零，这个是根本看都没看过。那这个会一二四是因为那时候安妮过年的时候去掉没空上线，然后那时候帮他把那个箱子的蛋都塞爆了，就还是满出来，想说先帮忙吃啊，不是吃啊，就是先放身上了，想说他到时候就有，我有算嘛，箱子的数量加身上的数量就刚好够他吃完一整轮。结果就那时候要帮忙再放的时候，不小心又开到一个是四斤对着磁条的，就直接丢给他了，对吧？你看，通通都没有看过，所以我对很多帕鲁其实他的技能什么都不知道。哎，不对，我的叶妮妮嘞，太扯了哦，他的 boss 叶妮妮嘞被打死了。不是欸，是谁偷打吗？啊，你有小偷，有小偷在打我的叶妮妮，还是有人希望我早点睡，刚刚偷打掉，不好意思说。哎呦，安妮，好了啦。然后我因为有些帕鲁不是有工作性吗？就像说那个吉玄佑，哎呦，有了，出现了。吉玄佑他不是那个龙加冰的属性吗？他是冰龙，对不对？就是莱西拉姆。然后你只要放个冰箱或是那个降温器在旁边的话，他就会冲过去冰嘛。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是放了全部都是降温器，然后放了四五只那个玄极鼬在里面，就玄极鼬就是乖乖定点在那边那个坐下趴着用冰箱。我想说这么可爱，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全部放那个人鼠，就是那个冰的刺猬摆出来，然后坐在那边也很可爱啊。哎，可爱。好啦，我们刷到40分好了，因为我私下其实也就是一直这样子玩，就是来回跑嘛，但不确定到底会不会升啊。就是你看好，
这个血量是1022嘛，然后我刷都刷出心得了，就是说你看我只要你走到这边，你走到这个传送点还不够哦，你要走到这一条这根突出的，你要超过这根突出的，然后你走回去，那只夜泥泥才会刷新，变成新的一只夜泥泥。你看，等它刷新，就是你看1008又变了嘛，那就继续这样反复刷。我这样反复刷的过程中遇到两只闪稀有，对，想说。就如果 boss 血量这样变的话，那一定就是刷新了。为什么会变？就是个体质再加上他的那个技能，就是他的被动天赋嘛，可能有一些加血量啊，或者减攻击什么巴巴的。然后想说，应该有机会吧？有机会如果出的话，那其实这只会是一个很大的开花夜泥。我就想说啊，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很棒耶。可是就当时我们这伺服器的第一只开花的夜泥泥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从那时候就是上来刷一下，上来刷一下，我想我超对。那于是啊，希望是真的有开花夜泥泥啊。因为也我有查关键字嘛，就是去查类似什么稀有开花夜泥泥或是 boss 开花夜泥泥，但是都找不到啊。你看又出了一只闪，你看我还在用什么球，蓝球啊，绿球，黄球，红球，紫球，粉球，我甚至都没有在用，呵呵。对吧？我想说，他们出去的优先级就让他们嘛，哦，就拿他们不要的啊，就做便宜一点的，我就做便宜一点的，自己慢慢野外随便抓抓，随便就丢。我觉得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会想要这样刷，主要是啊，为了谁呢？啊，就不好意思说了啊，没有啊，因为他这样来回其实比那个裂空座重开一次，我可以来回刷三次嘛。因为裂空座大概要一分钟，就是重开真钻要重开一分钟。那我这样一分钟，如果他读图快一点的话，我可以来回三次，对吧？然后在刷的过程中，那时候在刷这个的过程中，有遇到一只两哎对单独的那一只开花夜泥泥，小只的。我在想，我不该绕这边呢，应该绕另外一条线，因为这边不会夜泥泥，另外一条路才有。就是，你看哦，有看到这边有一个突出，我就是有绕到这边再回来。发现地图不小心被切，那个战争迷雾被打开了一点点，我就有点啊不，战争迷雾解开啦！这条路线，这个的话要碰到这个建筑物，然后再回去。可是这样来回就是因为我要上下有点烦，所以我放弃了这条路。而且夜泥泥其实生在这一条平地，然后到下面。这样子我觉得有点上下要按好烦哦，这边只要按 Shift 加 W 就好了。应该要播那种很适合睡觉的歌，然后来刷这个，让你们刷到睡着。998，因为我当时本来是想说，
去新手岛的那个嘛，新手的那几座岛的副本去刷，就是可以刷 boss 嘛，对不对？ boss 加小的叶妮妮，那要刷的过程就是你到 boss 房之后就往回走嘛，往回走到那个什么两个地图区块之后再走回去，这样子反复刷。可是那个方法要刷不一定出叶妮妮啊，如果好不容易出叶妮妮了也没有开花，对吧？后来我就想说就来地图 boss 这边找。我其实私下也有去副本里面刷啦，可是太多歪出来的，怎么说，有导弹猫啊，有气丸丸啊，然后还有这个露米尔，就一大堆啦，导致就是我想说刷十分钟还不一定有一只叶妮妮啊，不然来这边反复刷好，哈哈哈哈哈。如果安妮还在的话，那个帕鲁出现的数量千万千万不要调。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帕鲁数量一多，伺服器一定炸。因为以麦块来说的话嘛，因为麦块的话，那个敌对生物上限是88，那如果你超过那个值的话，就是一个负担。因为像那个望月昨天有讲嘛，就是人一多物资开始不够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你看他都要出 PVP 这东西了。那肯定就可能会造成说要盖军火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守点守塔之类的，有没有啊？今天敌方来攻击了，盖墙壁盖什么的，我觉得到最后墙壁根本没什么屁用，墙壁大家随便一只飞行坐骑跳进去直接开始乱炸乱烧，呵呵呵呵啊。如果我之后有跟他们啊这边讲一下，不是之前有跟阿静胡子玩吗，对不对？就其实私下还是有上线的，但是我觉得那就只是在私下玩而已，那开台跟私下玩的进度就会落差很大，就可能真的我第一天还在被猛犸象压着打，那第四天第五天就空窝龙到处飞到处炸了。哎呀，压死一只鹅。好，然后这边讲一下哦，只要是那种有帕鲁技能的这个伤害，这种东西的伤害都是算在这个东西伤害上，所以你想提升伤害的话就是要升这个东西。哎，讲错了。像我养了两天的一只睡颜龟，我以为因为睡颜龟的它挖金属矿不是吃工作速度吗，于是我以为是吃伤害输出，所以我养了一只四金攻击的睡颜龟，而且把它练到49-50等了，就发现挖的速度也是还好。对，那后面升星之后发现说其实他的伤害就是升星的伤害，哎，结果那时候辛辛苦苦养了那只乌龟，最后是拿来当哎种马啊，拿来配种用，辛苦那只乌龟了。
我觉得其实后面真的每个帕鲁金色属性真的都要留，但是重点是包包太小了啊！你每只帕鲁留一只啊，留两只好了，公母各一只，那是不是108个？108个乘以2多少？216。那216一个格子才多少？30个，一页30格，那才16页，那才16页，你中途一定会抓其他帕鲁嘛？啊，或者是想要养肥料什么什么之类的，根本不够塞啊。那宝可梦还有32页，你才16页，结果技能梗就跟攻击无关，对，完全无关，完全哦，无关哦。哎，真的是，我还吞了110几只的乌龟啊，熔炼到五星。有啦，后面是真的挖的蛮快的啦。哎，我去看那个伺服器好了。好了，我们先过去好了，搞不好我上线啊，一上线，这只叶妮妮就是开花版本的了，哇，很棒呢。好啦，我要先离开你了，你要乖啊。好，对啊，另外一个伺服器的是用那个啦 VPN 的，所以这露出没关系，但是呢，但是还是遮一下好了。浓缩机一定要一次吃完最后64只，如果能分几次吃能方便。我也觉得欸，你知道吗，浓缩机它就是你吃嘛，你过程中你可以先就像先付那个付一些钱，对不对？不要一次结清，可以陆续着吃，这个机制还比较好。爱魔丸玻璃，那再来是我希望他可以把帕鲁加个我的最爱，可以锁住，不要不小心吃掉。那或者是他可以让至少某几页就是固定，不要按自动分类的时候把那个某几页的那个给分类掉。爱每次要开始挪一些位置的时候，只能按重新那个自动分类，对吧？我的小小要求就是这个了，那个帕鲁分类的页面跟自动我的最爱可以加上去就好了，其他我不要求，我不奢求了啊。啊，这边是怒诺的观众开的群，我那时候也只是本来想说加进来随便小小玩一玩，就后面就。看到没有，又是玩手作的，真的是这个人是白痴神经病，怎么都玩手作啊。看好了，因为这个伺服器也是开三倍的啦，因为人多，而且对，人主要是人多啦，物资开始一直不够了，所以开三倍了。等一下喔，而且再来就是希望它有个搜寻功能嘛，你想要搜寻比如像矿山首领这个东西，欸，看好这只乌龟挖矿哦，你们各位记好你们原本挖矿速度是什么吗？记好咯，准备咯，一二三四，哎，大概五秒挖完了。我知道后面有那个魔渊龙啊，魔渊龙它不是炸矿会更快吗？可是我想问欸，那魔渊龙要配什么技能啊？我那时候其实只有看到影片，他没有详细的说。有人知道吗？炸矿魔渊龙要怎么玩？因为它的效果不是骑乘后
那个对矿物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它的那个很大的范围炸的下去是它本身专属招吗？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算神行之后的伤害吧，应该就没有算那个了吧？还是我再去养一只来玩，疯了疯了疯了，糟了糟了，还没找我宝贝聊回天。啊，这就是没错没错，又是过来帮忙玩的。看我地图就知道了啊，我其实没有走很远啊，我当时本来就只有在这边绕来绕去，是有空窝笼之后才开始开的。欸，然后我那时候超好笑一个 bug， 有看到地图有这种模糊，一圈一圈的模糊。我当时这一圈一圈的模糊，原本我地图是很黑的，然后就是一个圆形的模糊，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搞得我好烦躁哦。等一下，你们怎么都空腹了？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卡住了是不是？等等等等等，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啊，那个有些真的卡在上面，这很北七呢。还有什么饿了？这乃是饿女皇蜂。我也饿了欸。我也饿了欸，等下跟狗抢饲料吃。我跟你讲，我本来身体穿着一件毛皮衣，然后他每次防具坏掉都不理他，我只知道他的耐热而已，耐热跟防寒。神圣灾祸，这真的太方便了啦！白痴，白痴格里芬，白痴格里芬，太方便了。对，然后我讲到哪边？唉，因为其实隔壁那个配种牧场，然后每个人都在用，真的想要养自己的，可能要请委托啊，说啊，可以帮我养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吗？对啊，因为黑种牧场就这么多啊，讲完的流派还是什么，可能隔壁人太多了嘛，那个能借用的场地还是场额可能不太够养，可能养一天，可能要养就要养一整天或两天。哎、欸。等一下，对，我在这边，这个没有四星啊，这个太难抓太难养。哇，我晚上去抓了迪卡尔啊，终于今天抓了三天四星了，然后也练好这只了啦。网络上有看过他的流派吧，就是一个这个。再加四个这个，不过打很慢，但是很安全。你们看过吧？啊，我再来很气的也是这一只。我那时候在 DC 有问嘛，就是问比较玩的那个观众们，我就问了这只伤害到底是怎么算，吃不吃？不是有个神龙的词缀吗？这个我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去试，完全不吃神龙吃醉。而且这只很好玩，是很好玩的、啊、但是它会自瞄嘛，但是它又很白痴的是该瞄的地方不瞄，随便乱炸，但真的很可爱啦。来，去捡东西。哎、欸，我想养一只四速的这只来玩呢、欸。
哎，好可爱，好可爱。虽然他的工作速度只有一，不吧，那个搬运只有二，一啦，原本是一啦，我升到完是二。不知道他用雕的啊？哎，超多人不知道他是用雕的哎。二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后面真的发现那个摩艾西也真的很好用，虽然他长得妖里妖气的，又晚上不睡觉，又会搬运，又会挖矿。我觉得摩艾西就是配四速就好了，帮忙来回跑。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这个数字嘛，904912是他的那个类似种族值啊。我去查了一下，这只除了血高，攻击一般般，防御不怎么样，所以这只我尝试过各种组合了，就是我目前有的帕鲁的种族值，没办法养起这一只。可能就是要抓那种 boss 啦，就是 boss 的种族值会比一般的还要好，所以要养帕鲁的话，你们要先从 boss 下手，就是 boss 先养出一只那一只的，然后再因为那只种族值可以继承下去嘛，再用那只的种族值养到一只好的，是我好不容易养出来的心得。因为在柠檬君那边养不到，没机会养。只要去那边讲了，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有了，开心快乐，当乞丐的感觉真好。不会啦，不会在隔壁玩的不快乐啦，真的很快乐。严选，对啊，就是像我这只吧。我让看一下啊，吃掉了。不过浪刃武士，我觉得我那时候调到一只浪刃武士，养到后面还蛮不错的。你看，攻击110，但是这个攻击110是已经满磁条的，算偏满磁条94啦，就是100只浪刃武士里面他赢了94只浪刃武士，这个意思。那这边有个110的，就是看你要多一还是少一嘛，这样子。所以我好不容易就是有养到一个110，他有继承下去啦，对吧，就是看你是要玩什么样的培养，只想收集图鉴或是吃心上去的啊，或是真的就是要求到最好，就是早期的嘛，没有金色王冠啊，没有那种薄荷的时代，就是你要都是靠神，对不对？六 V 色为对的各项的那个宝可梦，哎，我等一下来复一波了，好啦。两点了啊！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大家晚安啦，要说拜拜啦，大家晚安晚安。啊，魔王玻璃晚安，利恩晚安，点名安妮晚安，露诺晚安。还有谁？花音晚安，你才个头，你个头，你头最大的头，等一下，我头塞一颗蛋糕，应该吃完了。啊！回来，好，哎，剩一颗。我觉得我们这边产生了一个 bug， 就是哎，安妮。
就是终端机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上上下下这样来回抽，就是可能你瞬间放了很多燎火炉啊，然后又把燎火炉抽走啊，这样子会造成一只幽灵的燎火炉在这边逛来逛去，看起来很像在做事，实际上没有做事。你看啊、哦，我们这边就卡一只浪刃武士嘛，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准备丢进去的过程中留下来的，然后这边的蒂卡尔也是那时候在，就是有一只可能卡在上面嘛，就比如说等一下会一只水龙还是火龙又卡住之类的，就是你看又卡在这个上面了，然后呢，当时我的蒂卡尔就是卡在这个位置，我想说就这样上下拉完之后发现蒂卡尔留在场上。在哪里？这只，你看，这是提卡尔，他就卡在这边，永远六级。那其他都已经二三十等，他永远卡在六级，在这边当一只爱哭鬼卖，卖什么？对不对？这边没有提卡尔，他这边卡着。我等一下会在柠檬君那边继续。哇，好多哦！根本来不及搬嘛，这边不用搬运了耶，靠玩家了。好耶，奶蛋自由。啊，继续去刷。去刷。继续刷。叶泥泥。不对，花泥泥。好啦，感谢大家。干，我饿到我到快死掉了，吃一下。波西快饿死了。好啦，大家晚安啦，晚安。等一下啦，在烧不是在烧家啦。我有点热，是不是？哦，我那时候玩到三十级的，我一个入侵都打不赢，有够可怜。好了，大家晚安，要去刷叶泥泥了，拜拜啦，拜拜。